尖叫声在哪里？耶耶，哦哦，耶耶，谢谢现场的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们正月初一的热情全部要借给我，好不好？双手跟着我一起打节拍哦，全场的朋友。像一阵风，若咱袂惦着去无踪，爱天求地来勉强，也无啥路用。你还很棒哦，后面的朋友呢？亲像一阵风，若落袂停，着等孤单，山林海山也是无计较，是谁缘故？痴心的人的恋，全免付出，免轻轻担，受过伤的苦涩甜涩，敢无底行？不是有缘分，你就赢，点点的分配，不知影。世间的爱情故事，不一定真悲哀。咱李港这个好所在，我们新年最棒的尖叫声。爱像一阵风，若到尾念着去无踪，爱去求地来绵羊，也无啥路用。真像一阵风，若到尾停着等孤单。山林海誓也是无计较，是谁缘故？啊，痴心的人免恋，全免付出，免轻轻担，受过伤的苦涩甜涩，敢无底行？不是有缘分，你就赢，点点的分配。在哪里啊？不是有缘分，你就赢，点点的分配，不知影。世间的爱情故事，不一定真伟大。左边的朋友呢？想当时对阮唱的歌，温柔来记着阮的名。最棒的爱情故事，也会真伟大。一个掌声鼓励好吗？新春的第一天，你们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，代表我们接下来龙年一整年，那年好运当中来，阿里好吗？谢谢！哇，现场的朋友，我真的太开心，也很荣幸，伫咧新嘉年头头一天，新春第一天，姜伟初一就可以跟大家。团圆在咱李港这个好所在，大家是不是破声吹气呢？你们新春新年第一天看到我，有很开心吗？有很幸福吗？所以，我们是不是要掌声谢谢我们的李港乡公所？哈，地板加你。贺维瓦当这么温馨的活动，让大家可以齐聚一堂。昨天你们有围炉吗？有嘛？那今天呢？我们是团圆在这里，这会天喝瓜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吼！但是呢，我刚刚有
稍微观察了一下，前面第一排摇滚区的朋友，你们非常棒。但是后面的朋友，好，包括最后面站着的朋友，还有右边、左边的朋友，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再把你们还没有发挥的50%的热情借给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哼哼，我们新年第一天一定要满满的活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刚刚有问你们有没有幸福，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带来这一首幸福的歌曲送给你们了，歌名叫做《幸福》。哎，虾米？你们看到我的歌单吼，无你来拢知？哈？因为幸福的歌曲这一首就是非常的有代表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呢，我要听到会唱的朋友大声跟着我一起唱，因为我今天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哦，你们还没听到小礼物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红包袋，红包袋里面没有装现金，但是呢没关系，因为呢咱行李要个古拉刚把我的红包袋带回去，我们可以装现金在里面发送给你们的好朋友跟你们的亲戚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当然你也是要送给我也是可以啊。好的，带来这首幸福的祝福送给我们现场所有幸福的好朋友，我要听到你们的歌声哦。你会唱 OK， 等一下你一定要唱到让我们转离港，包括今天我来到现场，我们离港乡所有的好朋友都听得到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手机的灯光打开，借我一下好吗？有一点心意，告诉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温柔的建议，写在你感受的影。大声唱好不好？会付出的你
真的啦，为什么？哎，我看到慧玲也是好。听说你最近因为我赚很多钱。哎呦，好险你没有。